贫道，气候不调和，而且呢，农作物的欠收，蝗虫呢，呀，病虫害，对于农作物损失也很大哦。美国的火，这要扑灭还要一段距离咯。这火是很无情啊，一烧呢是连连的烧过去。有的人啊，山里去做露营，一旦火起，要逃命，这实在是何苦来哉呀？所以人啊，平常都要很谨慎，这样的火灾要什么时候能扑灭呢？啊，看得跟得干着急啊！这不是离我们很远，与我们无关，它也是在地球，地球上空气啦。也是呢，同样的一片天，同样的一片地啦，只是离我们比较遥远。这样，对于生活啦的呼吸，我们是共生息，所以要平安呐，就要天地。都要平安，唯有靠人类好好的用心爱护着，看见呐、啊、我们的环保老菩萨70多、80多、90多，他们呢所在那里。一念心，就是师父讲的，爱保护地球，就这样单纯呐、啊。这总是一念很单纯、清净、无染的爱，人人尽一份心力，就如佛教的故事里面呐、啊。一片山林着火了，一只小麻雀啊，它呢尽它的全力，用它的身躯，这么小小的身躯，它来来回回去沾水啊，希望它身上的水。可以扑灭啦、啊，这森林的火，虽然是很自不量力，却也是呢很尽心力。我们人是需要这样尽心力。当平安时啦、啊，我们要节省虔诚。当有灾难时，要尽其全力去付出，这样以天地共生息，这才是呢我们做人呐、啊、的一个责任，而且呢保护人人平安呐、啊，有看到。感动的一面，像这一回，大陆呢灾情也是很大。王家坝
在这个时候雨那么多，水那么大，应该是要开闸门的时候，开了肯定20万的人口会受损，那那不开呢？不开，可能呢就会有这1亿的人口也受损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的考虑就是说，就下秀了，保多，哦，所以啊，牺牲20万呐，来保护呢1亿、2亿的人口，所以哦，这都是呢，都是苦啊，取舍，到底要如何来保护？总而言之呢，农作物啦也是损得很多，总是呢，这就是人间四大不调。看看现在看到那树啊，都已经淹在树啊，会买下去啊，何况呢地面的农作物呢，可想而知啦。慈济人呐，啊，哪里有灾，水烧退就开始展开了，看灾救灾。这一回啦，慈济人去了，气候呢还是很热，很热。当地的人呐，啊，看到慈济人在大太阳底下，他感恩，他不忍心。怎么想到跟我们送伞的？这是骗人呀！哦，这是都骗人的呀！那慈济人在那里也有1、2、3几个啦，中暑。真正的哈，还是呢不肯停歇，这给这一时啊凉一下，又开始出来，不忍众生啊，同样都是在大热天付出的人，天气热来领物资的，同样也是天气热，将心比心啊。所以呢，慈济人还是不肯停歇，这就是慈济人啊，不忍心也不舍众生受苦难，所以看到很感动。有的乡村呐，20多年前呐，慈济人去发放过物资呢，有的还是保得很好，那就是坑里做纪念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义，很有意义，很有价值，我就保留下来。嗯，就是自己也能教育自己了，再通过你们这种行动也感动我们了，再说这个东西传下去也可以同时教育我的子孙，也要有永远有保持一个爱心。爷爷说到现在还不舍得穿，想把它当成历史的文物。历史的文物怎么还是新的这一代，新的都不舍得穿，所以要把它当成历史的文物来。我心愿我确实要保住它，我讲不了什么，我这好我掉了，我这个我看到我的孙子讲的，我呀，甚至讲你要继续台湾的一点好心意。所以他把物资啦，像棉袄啦，像毯子啦，他们呢都保护得很好。一个念头就是要留给子孙，跟他们说有这样的团体，在看见到了爱，爱彼此的那样体贴，那样的
人与人之间付出的不惜辛劳，接受的人呢感恩感动，也会付出了回报。这种是爱的能量，这个是世间呐、啊，人间呐、啊，人间有温情呐、啊，这就是很美，美的世界，真诚呐、啊。